啊，小果冻又遇到的是 S1 小丑、先知、前锋、古董加小说家。古董这边是双弹，这古董如果带飞轮，先知是不是飞轮？两个双弹，两个飞轮，没有搏命。这把如果四飞轮的话，你别说，这小丑还真的很痛苦的，推进器都不够用。先知鬼屋，喂，前锋这个点是没办法处理的，小丑遇到这个点位的前锋是处理不掉的。这边绕过来，先知第一刀怎么说，骗一手，刚才跟上去有没有机会来一刀呀？应该是感觉跟上去了以后，万一这刀打不中，可能这下都下不来。骗一手，但先知应该没有上当。这个先知的话，这个位置站住，其实对于这个级别的穷者来讲，他们不会给你什么直接骗下去的，一定是等你上来看清楚你以后再下去的。第一轮巨是开得很舒服，但是因为先知所站住的这个点有点强，导致小丑前期节奏有点慢。还好这先知没有那个飞轮啊。阿闪可以，这波击倒，闪现交的够果断。那么其实现在这个局面上面来讲，由于求生者没有搏命，所以应该是小丑的保平争胜。当然这个小丑是不带挽留，他如果带挽留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输不了了。不带挽留，那三人开门战有没有可能三跑，待会儿再来分析，看小果冻这边怎么救人。武神，一句救，先知有鸟，飞轮。小丑这边的话并没有去管这个前锋，而是想打针对，时刻留意这个前锋。你敢拉锯我，你敢拉球我回头拉锯，你信不信？你来拉锯，先知鸟，前锋撞。这波的话因为前锋交的球并不是很多，所以晕的时间并不能保证前锋这边能活着离开。先知的话现在站住的点位有车，小丑这边是选择直接放弃这个先知吗？还是要追先知？那先知这边的话上车，小丑这边需要前锋来保他一手。哎呦我去，这波感觉小丑这里的话有点犹豫啊，他刚才感觉好像似乎自己能够跟上打出这样一个震慑，但实际上面来讲不够，再想回头的时候已经断了。再来，这波应该是能够顺利的带走先知了。带走先知以后，前锋在旁边偷偷的瞄预判球来了，漂亮。这波是纯纯的预判啊，这波属于纯纯的预判。现在的话先知这边拉开，前锋这边还偷袭，这把前锋打的怎么说呢，前面几手球都很好，但这一手的话我们从结果上来看是亏的，把自己一块给带没了。但是穷者的密码机其实差的并不多，古董商这边过来打一棍秒，哎呦哎呦，有车啊，有车。这边的话古董商这一轮交完并没有能保活这个先知，先知挂上，密码机还是不太够，但是外面的小说家机子能修完，他可以过来。小丑这边守住路口，现在对于小丑来讲应该是要先把这个先知挂飞，这先知都不一定挂得飞，躲棍好的，这先知都不一定挂得飞的。这46的机子，古董商前锋，前锋待会还能来的，要古董商这边挡住我，能开车吗？能开车，能开车。古董商这边先抬底牌，要切船，传送落地，找这边的小说家。追一刀是有的，追一刀是有的。前锋这边的话，应该是要跟古董商两个人补状态的，因为这个时候先知其实是暂时安全的。小说家这边呢，虽然说可能会倒，能交一波技能吗？交一波技能断你句。虽然说小说家这边可能会倒，但是小说家是没有上过挂的，他们有足够多的时间。先知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是外围重新，哇，这波板子抽的，两个人想强行起密码机吗？这个强行起密码机其实不太对的，强行起密码机的话容易把自己打没。前锋这边有飞轮，骗飞轮，骗飞轮，骗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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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，哎呦我去，这个飞轮没骗出来，小果冻还是给力啊！我这小丑把自己都给骗到了，
不锯都骗没了，这飞轮没骗出来。你说锯子断了，飞轮交了，那也还能接受。小帅这边交自己，我们来算下交自己的一个前锋，一个小说家，古董商是没被摸起来的，先知是个挂飞，再绕过来，哎，飞轮，哎呦我，这个飞轮，这个飞轮，哎呦，终于。先知这边的机子修多好了，先知这边没有修机子吗？先知这边没有修机子的话不好说，先知不过先知修机子有可能会被那个小丑发现，以后直接拉一个锯过来把先知抬了以后挂飞的。两个人开始补状态，那边爆乌鸦了，小丑已经吹起了反击的号角啊，这把小丑吹向了反击的号角，这个局穷者现在非常的脆弱，他就跟一根快要撕裂的绳子一样，这根弦已经绷得很紧很紧了，只差最后那么轻轻的一搓，弦就断了。一旦断了，一旦打倒到这边，比如说古董商前锋都倒地，倒在这个半场，那边状态补起来都没有用了。先把古董商挂上，前锋是个交自己，先知有传送，有推进器，补一波推进器，留传送，应该是赢了，应该是赢了。这把穷者怎么说呢，他们冒险一点去提前抢一台新机子呢，其实是有可能会被针对到的，就是我这边针对你打嘛。但是从结果上来看呢，你这边选择补状态呢，小丑这边逐个突破，对吧，把他们这边全部突破了。这里先知和小说家，先知吸出了一只鸟，那边有传送的啊，在看着呢，传过去，好的。这样的话要把前锋先摸起来啊，要把前锋先摸起来，但摸起来前锋这边也是个一刀没，前锋手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。再倒一个，关键是什么呢，这里古董商他要飞了呀。吸出了一本小说，吸出了一本小说，能不能把这古董商救下来？这古董商救不了呀。挂飞，挂飞的话，这边就不管你了，你小说家爱干嘛干嘛。那边的话抢机子，两个人密码机能抢亮。哎呦我天！哎，等会儿。这给密码机修开了，这波小说家没倒，飞轮没交出来，小果冻这边的一个飞轮应该是判断你可能还会骗我，因为毕竟刚才小丑的一个操作骗了好多轮了嘛。挂前锋，挂前锋平了。这局打到最后居然是个平局啊。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有多少观众想到这个局会打到后面是平局的？小丑反击的号角都吹响了。